说他拉的不好，可能这个拉的人技巧还是很好，但他把琴弄湿，整个摔身子不是人味。这个是新鲜热辣的，九月份刚刚发行的红歌，献给我们的祖国。在今年这个这么特殊的年份，大家戴着口罩还那么热情的跑过来要跟我见面，要跟我拍照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越来越好，排除所有的困难，大家一起加油。